哥你好，可以帮我来个100块钱的煎饼果子吗？什么？100？对啊。确定？我确定。吃得完吗？吃得完的。下个给你安排。好的。开整。哥，这100块钱的里面都有些什么呀？有20个培根，15个里脊，这就是10块钱的肉松，黄子王2个，20个的意面的2个蛋啊，这么多。必须的，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。刚好是100块钱啊。嗯。感觉这个饼摊的比我那个地理老师画的那个地球圆还圆。4个蛋打完了啊。好的，再削一下边啊。老板你是不是有强迫症呀？不是强迫症，再三强调就完美。这是100块钱的煎饼果子好了，好，谢谢，一定要吃完哦。好的，必须的。哇，满满当当全是肉，这一口下去也太幸福了吧。